如果我主动一点，公主会喜欢吗？试试吗？剑青青是由陆延琪和黑泽等人所主演的古装甜宠剧，讲述了现代人袁明玉穿越成为随时被刺杀的素叶国恶女四公主，只有成为女帝才能回到现代，个性火爆的御姐人开启称帝之路。她撩拨身边的纯情隐卫叶韶，让她保护自己安全，却不料小隐卫也对她正有心意，俩人携手打破各种偏见与阻挡。然而这种信任却是假象，男主其实是前朝太子，接近女主是为了兵权，在皇权与爱情中霸道女帝不做选择，她全都要。开启攻略之路，该剧已经定档，将在3月3日开播，喜欢的观众千万别错过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